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我加入由共青团中央与新浪微博共同发起的我和我的家乡活动。我的家乡在湖南，湖南的安化黑茶中外驰名，茶汤透明洁净，香气浓郁清正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湖南的特产，助力脱贫攻坚，共创幸福美丽新湖南。